天，那我们早上要去吃什么呢？早上要去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名古屋什么？怎么念？泡美达咖啡店。等一下，我的卡长。这个咖美达咖啡店。好。这是名古屋必吃的咖啡店啊，那其实它有很多连锁店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它有什么特色。Let's go。刚刚没听就讲哦，口美达吗？早上的美女，然后它有分三种，然后就是点了主餐之后，它会送一杯饮料。这个是名古屋当地的一个算是传统吗？还是一个优惠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三种 set， 一个是手做的 tamago。然后一个是最右边的应该是小仓红豆，那我应该会选小仓红豆。耶，的餐点来了。耶，对焦就对了。餐点，这个就是这边的只有小仓红豆跟这个奶油面包好香。然后他会送饮料。他就送了，像我点的是这个红茶，柠檬红茶，然后还有送其他的。他这个是点饮料送这个。点饮料送这个。对，自己打。对。啊。那我就要来试试看了。我自己打，来吃。就对到我。先吃一口这个面包看看。现在的是哪一层？不烤了，烤得很香哎。红豆是要沾上去。红豆是要抹上去的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把它抹上去。嗯，对了，好吃，嗯，南明古物不能错过的美店，虽然是这些小店。台湾也有一个分店，如果没有办法来名古屋的话呢，也可以考虑去台湾吃一下。好，这都是早餐时期的分享。那好，先把这个好，那今天早餐就到这边喽。